不用油炸的红烧茄子，做法简单还好吃。哎呀妈呀，我下班还没到家呢，这雨就下起来了。打着伞我赶紧往家跑啊，一会儿都湿透了，裤腿子湿半截，鞋也灌包了，袜子一拧还出水呢，地垄沟全是水，这回呀可下透了。天一放晴，白菜萝卜人头疙瘩那还不得蹭蹭的长啊，枸杞树让雨一浇通红的，它真好看呐。换了一身衣服赶紧给春哥做饭呗，今天晚上做一个不用油炸的红烧茄子，做法简单还好吃。茄子切成滚刀块，再撒一小勺鲜盐，撒点水，不用手拌，把盐颠得匀的糊的，腌十分钟。切点小葱花，拍几头大蒜做成蒜末，茄子腌的也差不多了，添点清水把咸盐洗掉，茄子攥干点，再撒点土豆淀粉抓吧抓吧。今天做红烧茄子还用红烧酱汁做，用这玩意做菜老省事了，大点油，葱花爆个锅，蒜末调个味儿，小香味喝了出来了，把茄子倒锅里，再撒点红烧酱汁，这个酱汁里边啥调料都有，啥都不用放了，做红烧排骨、红烧鱼、红烧肉都行。我愿意吃土豆，我又放了点土豆块。红烧酱汁平时是19.9给6袋，8月20号、21号、22号这3天有活动给8袋，你们要想尝尝赶紧去排哈。豇豆你们平时都咋吃啊？我今天新出彩了，做一个凉拌豇豆，这小凉菜整好了可好吃了，干辣椒、蒜末、白芝麻，再切点自己家小圆的红辣椒，浇上点热油，咸盐、生抽、耗子油、白糖、味精、小香油。春哥不愿意吃醋，我也没敢放啊，你们要是做呀就放点醋那才爽口呢。小凉菜也拌好了，红烧茄子也出锅了，出锅的时候撒点红辣椒丁，味儿就更霸道了。不用过油的红烧茄子是不是也挺好，再来点大米饭，蘸点小汤汁，那可比吃肉还香呢。农村现在的小饭菜啊，就是大葱、醋大酱、茄子、豆饺子，再来点愿意吃的小咸菜。春哥可会闻味儿了，我搁那家盛大米饭呢，人家乐得呵的就进来了，还说小菜整挺好啊，得喝一杯小酒。开饭了，老铁啊！红烧茄子，配点这个黑米饭，嗯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这个腻的糊的带点汤汁好吃。对，我再搁点土豆，再来个土豆，我还放点土豆呢。你大伙都说呢，认不认识都说，哎呀，你媳妇做菜好吃。我那天都请你去做菜去，是吗？今天真能露两手。好呗。你再尝尝这豇豆，豇豆好吃，凉拌的。你们可以做这个凉拌豇豆，真的挺好吃。搁点醋就好了，春哥不吃醋，我也没敢喝呀。春哥爱吃肉，你也没做呀。那不给你买大牛买牛肉了吗？这是找我一个小凉菜儿，挺好吃，小甜菜，好吃。